工商业社会高度文明的发展，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为生活带来许多压力，进而影响身体健康。尤其长期关注电脑、手机，更容易导致常有肩颈酸痛等问题。且许多爱美的女性也不太愿意到户外挥汗运动。因此，今天在节目中就要带您来了解时下人们省时间又想享受健身乐趣的热门新选择。我们现代人不是使用电脑滑手机的几率真的非常高，所以你会变成肩颈啊、手啊很酸很痛很不舒服感。那你可以运用这一颗球去舒缓你的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然后带动到它整个舒压，它会释放你的压力。现代人因生活繁忙，造成没有多余时间可以运动，因此长期致力研发健身器材的经营团队，为让健康乐活的享受理念更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之中，替现代人打造了可以在家中轻松使用的辅助产品，让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利用闲暇时间来运动，帮助正确地放松紧绷的身体，减轻负担，拾回活力，散发自然光彩。近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市场上面对健身器材的部分，除了注重那个外观之外，更重视那个功能的设计，也对产品的安全跟人体的工学有很大的进步。像以前的话，我是比较不会说去借由瑜伽球或是一些辅助产品去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让我伸展到我没有办法伸展到的肌肉群。它好用的地方，它是可以延伸的很长，然后也可以借由这个球去安定我们的肩膀，做到一个放松的效果。因为用心体察现代人的需要，健身器材研发经营团队透过独家专利设计，以安全健康为最大考量，并同时讲究美观与时尚，自产自销的模式更能维持品质，创造与市面上同质性产品不同的差异化，也打造出崭新独特的品牌形象。透过年轻活力且实用便利的健身产品，改变每个人的运动习惯。我们是由模具制造的那个基层做起，至今有20几年的时间。我们在2010年对那个人体的健身、媒体、附件的领域深入去做研究开发。那早期我们是以代工为主，那现在我们自有开发那个4个品牌，而且有世界专利的一个标准。那本公司的产品都通过了欧盟 REACH 的无毒测试通过，让消费者安心的使用。同时，本公司的产品都有附上教学带，让消费者正确的使用，避免运动伤害。坊间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有着不同的健身效果，今天就邀请到专业健身运动老师来告诉我们，究竟健身辅助器材对我们的帮助与居家健身的正确使用方式。当你没有辅助器材的时候，身体会容易晃动，所以我们会借由这些辅助器材来达到第一，稳定我们的核心；第二，稳定我们的关节面、关节角度；第三，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最大的运动消耗量，而且可以稳定你的身体。比如说我们在做出拳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挥拳的效果达到最大的消耗能量，增加运动量以及增加我们的流汗量。瑜伽球的变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个瑜伽球它真的可以安定你的身体，让你的全身都可以做到肌力肌耐力的一个变化。那所谓的变化是说，你也是一样循序渐进，但是最重要是右左要均衡。那你在变化的过程，千万不要一直在挑战，你要慢慢的、慢慢的一个一个，慢慢来、慢慢来。为让运动健身不再只是年长族群的休闲，经营团队以重视顾客、坚持品质的宗旨，开发各式专业、安全且多样变化的产品。年轻时尚的造型吸引年轻族群的目光，力求达到全民轻松做运动的一个乐活概念。现实生活中科技日新月异，那未来我们会以消费者的角度来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未来为全民的设计出更健康更安全功效更多的产品来做贡献。
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多多推广全民运动的健康概念，让人人都可以在家中轻松的运动。一成不变的运动模式易使人倦怠，而身体也不再感到挑战。唯有自由多样化的健身方式，才能养成稳定轻松的运动习惯，借以改变运动的乐趣，卸下疲劳与烦忧，享受更好的未来。